心有清啊，这点意啊，这是咱青天的顺命啦，一条出应的天理，咱顺其来正调咧啦，这是亲像天雷动啊，是咱有无啊一条灵性，哎，开咱现主是的心性啊，是咱照着无关，出咱的先天心啊，灵源显露是天意，清净啊是灵源啊，这是咱母啊的本性，咱传出着先天本性啊，是咱以清净的法界，我再来进入着通灵的自在啊，这是咱现的清天神啊，灵伊的本性，爱咱有运先天灵啊，是有顺一条灵气，是显露啊顺无心，这是先天的灵气，我对着现世的心神，灵魂伊的本性，予我现落来，遮尔啊顺心啊，这拢是现落来天理，将着正法这个心意啦，是咱母啊这条灵性，现伫咱出家的心性啊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性，得通咱即马这个心明，是咱家己这个心意啊，出定咱这个本性内底啊。我有回转这个天界，这点灵性啊，顺着这个自然倒转来，这是咱回到这个天性，咱对得到啊，原形，伊恢复原性啦，是咱这点灵性，直通现开的本性，灵源伊的灵气，我行回清净中，无伊的灵魂，只有顺咱清这念明，是咱有法这个灵性，是你来讲出先天神灵魂伊的本意，是咱应法落心，我有随着通灵的天性，再来讲到顺家的本性啊，这拢是显露咱的天理，清咱顺母的心，是咱已经落性啊。我爱出定的心灵，母啊，伊予我遮尔啊清，我才有遮尔啊顺的意啊，代表通灵，咱的本性啊，是伊天元的灵性，直传我的心灵啦。啊，母啊，有这条灵气，因伫我清楚这个脑神中，这是灵源的天理，最主啊，这是母娘神，有咱顺着先天源，母娘在讲的是心清，
带有咱遮尔明的天界，我再来向清楚的本性，是得通这个灵性，是咱传达无的本性，灵源伊的灵气，是咱向的先天心啦。我有随着这条灵性，掀开我的本性，这是咱通的天界，穿到咱的脑神啊，通咱的母啦，是咱这点灵源的天理，我显露穿家己的心，将着这个源。恢复我即马定调了，我的内心是我用着先天的理，转过着我即马心中啊，回者我才甲讲出来这个话，这就是我的灵性，嘛是我的自心显出着我这个发音。拢是心音嘛，所生，我才会当有这条清楚的法界，直引咱的内幕。这是定条条的天理，我直通先天的圣意啊。灵源本以静如心，拍通法界安定。出在现世，咱的心意是咱清楚这条心。我行回母娘啊的气，你有这点清净的心，我再来显露有顺的意啊。真发这个灵性，增长咱的本性。母啊，有这么稳的天理，我只有证出现世的心。你有怨天母娘心，我才有这么稳现世的心。是咱恢复先天灵，带有咱落家心安静了。这才是咱的天元路线，一点出家先天灵，有咱元天的真意，我才来开灵路心性啦。这点是咱的本性，我有清净的法界，来讲着兑现咱的心啦。是咱出在清净中，处咱即马慧能的无异，这是通灵，归咱即马这个原形。我有一条灵性，亲身啊定调了我即马的本领啦。这是咱现开，照着先天的理。我认为这条灵性活用阿母啊的能量，是咱清楚这条灵气在世间，我向倒转来清净的所在。这是咱的原形原神自在啦。天灵有母有灵气。定住世间向天转来啦！我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行回这尊神明啦。这是咱的元天理呀、啊，爱我现的青天顺时啦。有咱这点灵性，我处原形本神明啊！是咱有母啊，一条灵气，
向伫咱的内定，根本啊，这条心性啦，我有一点灵魂，搁再次先天的本意啊，是落来清道的心，我有搁再攒加着着啦，这个灵魂啦，是咱依法度量。是这世人心情，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一口气，咱对着心灵，有咱一点灵魂，我以清落心，开落先天，这个灵性，爱我转回来无的本性啦。是以正法这条灵性，现咱清楚这个脑神，我有恢复清净中、清气中、清洁白，这是咱反转来啦，变转来啊，福倒转来啊。灵源灵性是天意，清灵做主。是归心啦！我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出现我的心顺加，现开是真愿性，咱爱是现的清，是咱有无这条灵啊？真愿这个天意显灵。正法的心理，我有一条先天的本，咱有行回灵源的心，真愿应道是天意，清净度咱道心，一点清楚的法界，咱只有显明愿心，真法。这个天意是咱甲母娘啊相依为一啊，为合。安尼我走这么啊顺时，通灵啊，清楚的心理啦。我有一条本源本性，行回清净中的脑神，这是咱。灵源的天性，直通金宝，这尊神，拢是显的明。在世间，我只有一定，母娘伊即天去，这是咱清楚的法界，直通咱的本源心，赐咱有倒转来的灵性。我再来行天元这条本心，是你有法的天意，我只有对明母娘啊，你的灵性，真理是天界，既然清净是无心，我有行回这条灵性。这才是咱直通先天的本性，灵魂伊的注定，今咱爱是家己的心净化倒转来，这才是咱通灵的天意，咱行回清楚的脑神，是咱直通这个天理。阿母啊，化咱的心，倒转来归圆圆啊！是咱照着先天的本性，这世人咱的心，大的任务、的职务、的道业，亲像圆润润啊，满满满啊，这么自在。是咱有稳定。这个天性，
我一尊神啊，要化这尼啊自在，这尼啊光鲜，这尼啊明白，咱的天地理啦，上苍的天意啦，我只有看出清楚我的心正啦，真愿应到的天界。普咱清楚心大啦，灵伊个天意，我只有将咱出定的心理，有咱这条先天性，我来回到正天性，灵源伊个天命，爱我顺落来，有心啊。这拢是清楚咱的天界，直至呀，咱的心有咱主宰这个灵性，我才有这么明的本心。你有照着实际这个天理，我才会当转倒转来恢复心灵源的灵性，转回。咱的通灵无形伊的法界，只有回转咱的自在，有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带到这么稳定，咱的天神拢是出现我的灵性，达到清净的本灵啊，是咱元天。这个灵气，我走回清净中，咱的本源心，这是咱清清楚楚，脑神也应发布的，是咱元天这粒种子，生在我今嘛，这个味，这个气，这个光的大力，这是我要讲的。磁场啦，引导着咱的先天气，导着青天恢复心，向咱有稳这么啊静，是咱元天这个灵性，是因果这尊生命，是元素这个灵气，是咱悟到。通灵的心理啊，我有这点灵源的天性，根本啊爱乎我会稳定，这是我的清楚天性，恢复咱的原形，原生迄时阵，我这点这是咱的天性，活到倒来咱的无形中。找出到原来这个灵气，现在咱单纯母啊这条心内底，灵源本意做天灵，甲咱转入安定。你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我再来运用清灵的本性，是咱有无？一天，我再来行回清楚的脑神啊，是咱直通回灵，做主啊心安。你有这点灵源的灵气，我才定住先天的本性啊，这是咱道界灵性。这世人啊，我咧讲的清净，真理是天性，拍开，这是我的本性，落地安定这个灵性，我才会当出家，这个天命啊，拢是出咱的灵性，我再来行向天顶。你有一条先天的理，
我再来直通灵源的母语，这是灵伊的天界，使我平静现在。母啊，有这条灵源的灵性，我再来将着清澈的心，归咱这点灵性。脑海中啊，咱直通老母的心，这是咱落定这个天理。自古咱咧讲的心经，所有的神佛拢是用心用性，亲身来表明。今仔日咱用身躯入来身躯内底这个心法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。自早的心明啦，发射着母意。青天是见原体，老母啊是顺咱的性。修行是甲咱点明啊，在世间咱即嘛即口气啊，你要向的是倒一位？即嘛咱要讲的是咱家己即位啊。这就是咱清楚这个灵性，无其他，搁再甲咱会歹啊！这是咱清净中的法界，直接生出着咱的天台。阿母啊，伊遮尼顺啊，伫上悬的所在啊，当然上悬的所在是伫咱人心，是咱的地上悬这个山。爬起来，这个昏倒，这个青倒，这个好汉，上界观的，咱无法度看的，只有用心，这个内定，这个内性，咱才有看到母娘徛上观，迄个原来所在，迄个台顶，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气啦，找母啊！这个心智，我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净到我的心本意啦。这是天元的主宰，现我清楚这尊神，灵伊爱咱现会开啊，母牛走光明，这个脑底。予咱顺甲原来迄样，是咱一点灵性啦，复回咱的本性，爱修，爱清，爱泰，爱利，爱仁啦，性无仁啦，你无法度成样啦。人上界搞怪啊，上界搞颠簸啊，爱家己。心水外口水啊，搁说来顶面爸母阿公水啊，搁说来囝孙爱水啊，水的拢伫恁兜啦。这是咱咧讲的灵性啦，世间的爱欲，是咱一点灵气。修行啊，只有看家己尔尔，这条灵的原本。愿意的表态，其他无关系啦。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性，世间就是讲你喺甲保护的当中，你莫有变歹。甲伊的成人，就随伊去爬啊，自由啊，去开发啊。这就是伊的灵线，伊一生所爱负担的。爱享受的，哦，爱去做工课的来报应的，天地理就是这么开阔啦。是咱一点灵性，是咱落着清净这个本性，灵源伊的天意，只有净出着咱的原心啦。阿母啊，爱我。
清我的脑心，我才会当敬见老母啊这条本心啊。真愿天意出天理，天空顺驾应心，无形开源转道明，直升法界咱的心。你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咱来讲到清体咱的本性。世间有文学者，今仔日咱是灵修者，有神学者，有咱咧讲的咱的儒家读册者，有咱咧讲的俗家三一命卜相。三就是看地理的啊，旁路边的啊，一就是灵疗的啊。三一命就是算命的啊，你有几张命的啊？四条八字的命，卜就是卜卦。哦，咱有易经咧卜卦有无？有金钱卦，有米卦有无？有豆啊卦，种种有咱用金钱卦迄个有无？金枝卦，你甲当作两面啊，哦，无大迄边，哦，你要甲当作阴面、阳面拢会使啊。了，就是咱即马咧讲相命呀，哦，看你个面相，看你个手相，看你现主时，甲你蒙骨个无，种种啊，拢是咧看咱人未来运啊。今日灵修就是修。这个真的这个宝贝啊，所以讲咱爱是精品啊，一品啊，咱叫做灵宝啊，天理的尊贵，是咱原始这个灵性嘛。咱爱是顺家这个心，天落来这个智慧水嘛，是咱。一点灵性，要来讲到显露咱的天性啦。是原始这点心，我爱是显明啊，咱的本性。这是原形的天理，我要行清净的脑气啦。这是我灵魂这个灵性落来，我即马这个身躯，直至我即马要讲话这个所在发声，是我运用这个天性，我这个中脉的元神的出入啊，这个所在，一个人若会当用到咱的小周身。你就会当用大周身，这是取咱灵感、咱的骨气、咱现主时静住要发声、要发力。天公叫做发光，地公叫做发暗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我要学到通灵，咱的天性。每一个人拢是要明白，咱落来凡世间要做啥，是咱爱找倒转来原路。啊，无啊，这条灵气，咱人若往，拢会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，要好好啊休困。你会当讲的是这条灵性，要来讲到回转先天性。你若我倒转来找到教主，咱西王金庙，你就会当直接甲母娘带无量的天呢。这是咱要讲的天性，直通咱只要这脑神一化，你会清净，你会当知影母娘。伊这个灵神，伊的本性，要交代你，要让你学的，
这才是咱上金母娘。这条灵源灵性，上大的种子，这个天源，是咱这点灵气啦。咱爱拢讲天源、天灵、天山、天地，你会当找到这个附近啦。但是你要有这个票号去买啊，上到咱的天地啊，咱玻璃地庙庙啊，你要去咧，你要入咧九龙地啊，爱伫地庙遐拜三个圣杯啊，你才有法度入咧九龙地无异啊，洗浊气啊。这虽然是形式，但是咱的灵是无形的。安怎受益？母娘予咱什么恩惠？咱这个灵才当知啊。今仔咱是灵修啊，专修灵气尔尔。你的灵啊，若无这个元天有无，助力有无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啊。文字无法度甲你徛入来，无法度甲你带入来。即马我咧讲的话中啦，这个脑神烧焦的气味啦，这就是人上解困难的，上要挖咱连主席的气场啊！这是我会当形容啦，我会当照某啊的灵感，但是有的形容比我搁较水较好啊，但是我是用上粗的。我今仔会当讲的话语，无阁修理的，无阁加修阁较好的用意啊！这个话语啊，我是接到就现变过来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元的灵性，直通咱的心神啊，是咱爱有母啊这点力啦，伊会当助我现主持啊，传到。母娘的心意啊，这是咱清楚这个天界啊，倒转来到维度，这个虚空，这个高台，真源本意是天性，咱爱是慧能，这个本性啊，这是咱出定，出定就是代表阿娘啊，这个质。我有这个职，是阿母啊来教我教的，来教我牵，过着这个虚空倒转来。我才有这个力量啊，我才有这股气啊，亲像青中找到老母，伊予我这尼啊自在的心啊，直接开发，直接开困。我尽量形容啦，因为修持。这个心法各不同嘛，我只有讲家己，即嘛受到母娘伊的恩益啊，就讲温情助益啦，予我有这种灵感就对啦，帮忙我益就是帮忙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啦，我会当亲身照实倒转来回庙，咱拢是对这个元空啊。阿母啊，这个无所生，有诶种种的力啊，种种的生长，甲咱现主席的白忙啊，是我要找源头啦，无爱搁伫这个地面上遮玲珑鱼啦，搬山过岭啦，咸诶入海，啊海再搁清起虚空。啊！虚空再搁落来山头，山头再搁结冰，啊结冰再搁来洋洋，啊再来有川河，再规大海。是咱要来讲到灵性啦。活用这世人，咱的常识，真源本意现世明，转咱清入神，是咱见到。先天的灵性，这口气，咱兑现啊，
金宝啊，这个本身是咱有运这条灵性，这个气质，这尊神明，这是咱原来的天，要来讲出着先天的理呀，得通咱的天灵。阿母啊，爱我这么清的心，这是咱行通灵回庙，转咱这么精的心气，真理是咱心，拍通是路明。一世人，咱的天界，养咱出定现在，是咱有顺一点心，来掀开咱的本性。母啊，爱我这么温故，我才会当找出着先天，咱的本性，这种名利，这就是咱的光生啊，咱的清气啊，心中发射，母啊，这条元灵啊，心理中啊，这粒元精啊，这个气修团。真法本意是天性，传咱归母是本性。这是咱应法这点灵，要来打通阿母啊这条心，真理的发生，咱来清楚这尊神。这是咱有母的天理。抓定清楚这个灵性，真法是咱的本领，开悟这是咱的心情。我有回到这个灵气，一条通灵的心性，带有咱清楚这条灵魂。我爱是应天理转回灵界，这个灵性，灵伊是清过轻的啊，伊才有法度变倒转来咱的天的顶冠啊。这是咱的灵性啦，我要将着这个灵，伊现主是生的报告，传着我即马这个心意，塞倒出来啊。我即马家己学的啦，是咱这条灵性亲身感应到的深，有咱一条先天的本性啊，带咱显露在场，真理恢复天意，咱行的是顺无娘，真缘真意是合定。转咱回灵是心，是咱清楚这点理，走向家己的心意。灵源有咱无形界，开灵转灵道在啊！是咱爱，是咱这个金线，灵母啊，伊附伫咱即嘛一口气的。这就是咱清净这个神，世间要走入来，就是你的脑神呐、啊，会当随着母娘啊，这个金刚啊，真理的天界，母娘伊会自在啦，发挥咱的灵源灵性啦，来讲到出窍，咱的心神。无伊个情较高呢，你才会当普呢，物极必反呐、啊。这就是咱咧讲个天性啦。你行到上悬，你着这个物件，着头要消防啊。你着爱为底下去开始，物件是安尼啊。咱即马生命，着是有这个力，甲咱经咧，有这个气，互咱伫遮流通。
咱会当永远伫顶悬遐修住，断掉咧啦。灵是生咱万物的嘛，啊，万物是物极必反嘛，啊，咱即马即个生命嘛是共款啊，落来凡世间，咱要倒转来归位，永远永远。真源出家是天意，咱道灵是顺理，显露是咱见妙，这是咱的天性。你会当显会清，无形伊的法界只有安住咱的心清了呢，是咱带有灵源的灵性。金宝啊，显会清。我会当用着灵气，一世人我转到这么明的心理，得到真源的本性本样，我再来取灵源的灵性，开咱一世人的心明。这是咱的天性。阿母啊，显露我的心清。有咱一条先天的性，咱再来行有顺的心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来恢复先天性，灵魂伊的天界，咱只有看现咱的自在。你有这么顺这个天地，我再来接灵。恢复到咱的原体，这是咱的原体显得开。命理中，咱找到老母这粒种子，这粒真银，是咱这条灵性开发启发。我这条心啦，自然生，自然铺景的，这是上天然的，天然的上好。做人无比这个较好啊，物件嘛无比这比这个较好啊。这是我会当形容词啦，讲的话啦，是咱一点灵性，一世人我坐倒转来，我这个心定啦，心定是伫心中啊，你会当亲身定掉咧，甲母娘烧火啊，你讲的话啊。恢复原本，咱迄个质啊，上界优秀的质啊，这就是咱优秀的良心啦。灵源伊的灵性出现啦，咱的心性灵伊的归元性，咱只有明路，是咱即马清楚这个灵性，无啊。咱咧讲个天命，母娘要教咱即个大学个明明道啦。即则是你清楚即点性，先天嘛知，后天嘛知，你所讲个话语啦，是咱念念嘛，后天念，先天念嘛，囝嘛念，老母嘛念嘛，即个念合一啦。是咱无形这个天地，我爱平坐，母娘啊，伊的心啦，真愿天意落天庭，归咱转回先天心，咱有一条灵源的灵性，做主啊，则是天性。这粒是阿母啊的庄园子啊，种子就对了，庄园妹啦，是咱要甲读出来嘛？灵有灵的话啊，咱凡力要在世间，咱的闽南语的话啊，这则是你的脑神，你的脑筋清澈不变，是咱。原形这个天地，注定世间的神，
灵魂若有一点意啊，带咱灵相见，是咱虚空即个精致合一啊，毋是你即马即个文字线糊糊啊，一直记咧，吼、哦，讲足侪咧有无？卖嘴大，即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啦。每一个人拢咧叫嘛，咧呼唤嘛，即就是。我会当做主的，我家己心嘛，会当受到母娘伊的恩益啦，就是伊的恩情，就是伊的恩惠，予我帮忙我有这个力啦。啊，这才是应效啊！今日要效法先天的本性啊，灵宝天尊伊的教法啦，是咱得通这个天理。我才会当寄入来咱的灵性嘛。世间这个身躯只有咱的三层的尔，有诶讲叫做水火风、生甲灵。咱的精气神，精气神是伫头前啊，水火风是伫后壁啊。今仔生甲灵是咱即马这个中路，这才是咱咧讲的灵性啦。咱恢复着天庭。三三合一嘛，啊，这就是咱的太极啊，咱的极点嘛，咱的天台啊，咱的灵台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到咱家己的心嘛，归到咱即马这个高台，这是精出咱的灵性，各有精英，是咱团的一点力啦。要来护着清体这个神啊，归命，多着一点滴。我爱显明清楚这个心，这是我自然目的。这点灵性自然生空，这尊神咧行的，这就是咱的理路。我有凡世间这个心意，接触着灵界。咱来做主做基，真源是天理，母娘啊教囝是灵性啦。今日做基，就是大母娘开口啊，大母娘行动啊演化，这是咱各有使命尔啦。咱才有法度清楚这点灵性啦，所有的变化。所有的演戏、游戏，拢是老母生，这是咱落定的天性啦。角色个人个嘛，有诶演老生，有诶演小生嘛，有诶演童子嘛、囡仔嘛，这就是咱要恢复原形。这出戏呀，咱嘛那么演好成，有这个成就感。是咱带有这个职务嘛？世间如来凡世，凡世做人啊，游戏这一般嘛，游来游去嘛，那敢那咧做戏，那敢那咧变化咧嘛。这是咱的灵性啦，记忆内底，咱要求真啦。我伫只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嘛，做变的讲变神啊，是咱。一点灵性，现到这么顺，会天神，变更加多，也是暂时会更新而已，是一种祝福啦。啊，你把它挂掉掉有无？到尾也是派去啊。过去我有捌一个师兄嘛，姓叶嘛，年比你那侄啊，厝下有无？内外拢挂变啊，但年久月深有无？迄就变障碍物啊，未更生啊啦！你要修理困难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着慧灵这条心，是咱暂时的好，我都代表永远的好啦。地表伊所有创造的，拢是暂时用的尔尔，包括咱人体，包括咱的父母。咱的顶辈，包括咱的下辈后代，这是咱
清楚这点气啦。虽然暂时过的、暂时用的、暂时少的，看咱安怎用，咱才会当有这个舒服感啦。这粒心、这粒人有无？你才会当发咱现主时的比嘛，不可。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，嘛是咱即马咧读的救苦天尊嘛，太一太极这个所在嘛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性，爱咱亲身恢复本性，是咱个人你要修的嘛，这世人就是你要行的这条路嘛。心境所生嘛，你真挚要来到位这个所在嘛，是咱即马这个灵性脑海中啊，咱见青天啦，无形伊个灵性现个这样稳的天神，咱天气若好，咱的天是毋是伫海中？这是上清净的嘛，无夜无杂嘛，见光明，水火就是安尼合的啦。啊，你若乌天暗地，风沙沙叫有无？这个天就伫顶悬啊，海面伊就无这个天会受印啊。是咱一点灵气，天下间就是安尼相印啊，敢当印啊。灵源的本性，自现咱的本性。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这是自然结合，或者自然构成，这是一个结果啦。无像啊，逐天甲我传，我来学，学到尾啊，我有这个成案啦，成道，是咱一点灵气。世间向的是咱的心，心伫咱的头壳内底啊，这粒则是天心啊。咱身躯中之奥是心脏，有形的心脏，是咱有真稳这个天界，咱要行入来这个好所在，真源天意本道性。打通元灵这个境界，我顺着通灵的天性，再来讲到恢复咱的本性，是咱一条先天地，我才会当应某啊这条心意，这是咱的发声，归到这条顺界心，咱才会当抓定某娘啊这个气。灵源有路现世明，转咱气中合心。我有一条先天的地，直通元天意啊！灵源本意是天性，啊，开源转路是天命。这是咱的天法界，生出着清净中。咱的元神啦，母啊爱咱的命，是咱家己这个心的顺气啦，这样精神，这是母啊甲咱的畜生，咱爱将着母意，甲伊讲出来，啊，这就是小节啊，咱爱有照着实际啊，要讲讲爱精神有责任啦。是咱这个天性，天下间是要见原体嘛，安尼心在永远安平平安嘛，地天台嘛，是咱这个灵性，爱予咱真好气，这个本性，是咱这条灵魂的心，爱咱转的这么静。地伫顶悬，天伫下面，就是表示无艰苦，表示这个气候清悠悠，予咱人住的好所在，永远心
会健壮，心嘛也当恢复到咱的健康。这是咱用着天地理倒调啦，啊嘛是咱即马这个季节有无？咱的演化啦，真源天意本如性，教咱清楚脑神中，这就是咱的灵性啊！这一态，就是咱的三环，就是咱的天。哦，天内底搁一个人，啊，内底有无？咱这个人内底啊，爱有水，爱有米，这个意思。这就是咱咧讲的，咱有这个水啊，才当养咱这个身躯。但是，咱这个是为倒来，为迄个三环的天。其中，咱才有人生，才有这个水，才有这个米，是咱一点灵气。我爱定落这条神啊，是咱落定这个天性。我现的是光明，这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性。世间人咧想的力量，真理有咱天元。落地心自转，现咱青天本性，开元见宝天灵，是咱有稳定这点灵气，咱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世间的球啊，就敢那青的啊，世间的球是练来练去啊，咱照这个游戏的规则啊，咱照兴趣啊，哦。在那照球在走的，咱的心注意在那裡。但是母娘，她所有生的星球，她是定在那裡的，不變啦。頂當咱也看不到。這是咱在說的靈性，讓咱來說到天元本身啦。是咱一點靈魂，轉回咱的天界。今天的天星，只有說自轉。啊！绕你咧转，啊！咱有公转，这就是要你印证，天永远是无震动的，是咱这个球自转，啊！是你只较大球咧转，你只来较小球细一轮，伊即嘛大向细咧转，啊！有咱即嘛这个公转，日头细咱大宇宙一轮，129,600年。一个圆回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要讲到通天，咱的灵性，归到真理的本性，咱爱显明是清体啦。灵魂伊的本性，是咱个人这个心的感情感受。世间只有用安来讲啊。你受教，这是咱清楚的天性。每一日受到母娘伊的教育，伊的感化，天元本意现世灵，转咱清净的心。今仔日我是照着无中，取咱的天元母娘啊，这个心。这才会当触动我原来迄粒真人真正，天下间只有安尼吹啊，无其他，无啥物要领啊，是咱要通，规片拢是相共，这才是咱的美丽啊，是咱爱的先天心，是阿母啊，予我遮尼明。真源应在道心，开源转理定，先天有母元神，采咱原形顺心。真源真意福天来，转理无意照心，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性，爱咱转的是天神。我有一点灵源的天理，打通咱顺家
母娘啊，伊个心意，这是清净的法界，直通咱的自在。是咱有母啊，这条心，咱才向甲遮尼顺。是咱有母现世命，转咱气中合神。是咱有怨天怨气。来显明咱的母性，是有阮这条灵性，是咱献开清净。今母啊，带有咱遮尼顺的天界，咱才会当行安定的自在。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意，带有咱在世责任，是我在世的用心出窍。咱的灵性，我有抓定阿母啊，这个灵感，让我会当传话，顺着通灵，顺着这个天意，我才有今仔日徛伫遮讲的天元灵主，教我心中本性，浮现咱的元神元性，这是顺教。